Good afternoon, everyone. My name is Maria Paz Canales. I'm the head of legal policy and research at Global Partner Digitals, 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that work in the issues related with technology governance. I am very pleased. 很高兴来2023 IGF 人工智能节的主持人，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尊敬的，我们有尊敬的专家在场，来参加我们讨论。我想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然后呢还有一些后勤方面的事情宣布一下，然后就进行讨论。今天呢，Amisha Emma 是东京大学副教授。 也是人工智能这个研究所的工作，Knibel，博士，他是 IEEE 欧洲，在维也纳工作，负责这个气变 IEEE 方面的工作，Jun Sarson 先生，他是OpenAI 的负责，还有。 负责这个关键技术、新技术，他是负责这个制定这方面这个新技术和最新技术的这个管理政策。同时，他起草了一个这方面最后的报告，还有是公民社会的代表。 这位 Kelly Matimba， 他是这个Simpower 人权活动家，他负责合作方面的工作。我们通过这段会呢，能够提出政策上的问题，把问题呢提给几位发言嘉宾。 会有两轮提问，每一个发言嘉宾呢有5分钟的回答时间，然后呢会有10分钟的问答回应，是现场的以及线上的发言和回应。我们已经准备了立式麦克风，如果大家要提问的话呢，请走到麦克风前来提问。 然后呢，我们的远程提问的参会者呢，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举手提问。好，我现在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为我们的对话呢，首先奠定一个基调。我想强调几点，对于我来说呢。 我想给大家强调的，第一点，来激发大家思考的，为我们的讨论奠定基调的，就是我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我们如此很多次的听到了人工智能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那对于那些还没有有效联网的人士呢，可能听到人工智能都觉得非常的陌生。今天呢，我们也要更多的来讨论人工智能的技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人工智能的技术，是为权力的行使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福祉，而不是相反。那这就是。 我们所面临着的挑战，各国人民提出的要求，那么各国政府和相关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呢，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对人工智能进行良好的治理，确保人工智能在开发部署和使用的过程当中是能够去向善的，为人类造福的。
我们要让人工智能的积极面最大化，让它去造福社会。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围绕着人工智能方面的负责的、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去达成一致。那今天啊，我们的一部分的讨论的基础呢，也是围绕着在国际人权框架当中呢，我们如何来指导我们对于技术标准、监管法规的思考，对于人工智能未来的治理，我们又能够给出哪些指引。好，我和我所在的组织呢，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呢，能够让国际人权框架也应用到人工智能对话的语境当中来。我们推出了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围绕着人工智能治理的任何的讨论呢，都要建立在促进和增进人权法律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谈新型和新兴技术的时候呢，也已经把人工智能包括在里面了。第二呢，就是要制定以风险为基础的思路来指导人工智能的开发部署和应用。今天呢，我们不几个讨论嘉宾也会为我们化解什么叫基于风险的思路，基于风险的策略。第三点是推动开放的、包容的对于人工智能的部署和应用。同时呢，我们也想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如何确保在人工智能开发部署和使用的过程当中确保透明度，而且呢控制管控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伤害。好了，就不应该由我来讲了，我想听几位讨论嘉宾来讲。我们现在开始第一轮的评述，特别是呢来解答主办方提出的两个政策上的问题。在第一轮当中呢，我们的对话的第一轮当中，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如何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进行设计，使人工智能的益处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Erisa Emma，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治理呢，应该遵循怎样的指导原则和道德原则？并且呢，对于决策部门呢，给予良好的支持。好，非常感谢你的介绍，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轮的讨论。对于你提出来的问题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思考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它的发展的特点，这种技术的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以及这个技术的全面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比方说在日本的话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使用美国开发的核心人工智能模型，然后部署这个模型的是日本的一家新创公司，然后用户呢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是由谁来创建的，是由谁来分发的，在人工智能的整个价值链上哪一环大家都搞不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要有透明度，要让大家能够看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生命周期它 的整个环节的透明度，不光是要有透明度，而且呢还有互操作性。所以呢在G7 2020年的宣言当中也讲到了这样的叫做互操作性框架。但是什么叫互操作性框架？不同的技术标准之间如何来进行对接来实现互操作性？那么在这儿呢，我对于这个表述的诠释呢是这样的，那就是我们需要
知道，就是每一个在每一个国家或者是每一个组织，甚至是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呢，我们都有各自的政策、策略来评估使用AI， 评估及风险，做出影响评估。但是呢，我们的法律体系各个国家又有所不同。每一个国家的做法都应该要得到尊重，否则也没有办法进行全球范围的讨论。而且呢，每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国情，比方说在日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 AI 方面使用的指导原则，以及 AI 开发的指导指南。虽然不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是一个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指南。大部分的日本企业呢，非常注重自己的公共声誉，所以呢，这种软性的约束在日本是行得通的。但这应该是一个日本的案例，也许把同样的做法拿到其他国家或者拿到其他组织当中呢，不一定行得通，他们又有另外不同的做法，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重视，那就是无论是哪个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有其风险评估和风险管控的框架，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透明度，以及呢在案例之间呢进行互相的交流和通报，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感谢 Demaria 讲出了提出了叫做基于风险的评估，但你首先你要界定什么是风险。我们可以讲高层面的风险探讨和低层次的风险探讨。比方说我们在机场以及在大楼入口处呢，我们有面部识别的技术。不管它的应用是什么，它使用的底层技术都是一样的，是一个面部识别的技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使用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人在使用这样的技术，谁是这种技术的受益者，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说有哪些风险，这样呢对于用力来进行交流是非常有益的。通过这样的做法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些抽象的原则呢落实到更加实实在在的具有实质性的讨论当中，使得这些原则能够行得通。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 Teresa。 我还是请 Clara 来继续我们的讨论。那也就是说什么是负责任的 AI， 对 AI 进行治理以及制定技术规则的时候呢，如何来兼顾道德方面的考虑和人权标准。好，感谢邀请我到会。 IEEE 是一个非常140年前成立的历史悠久的组织，是托马斯爱迪生创立的。那爱迪生发明了电，他本来是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发明家把电发明出来，但是他也是和其他的工程师一起来共同的发明了电力。那当时呢用电安全是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所以呢成立 IEEE 的时候呢，原来主要是关注安全的，现在是安全加安保。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我们对于风险要做一个重新的界定，我们不能够仅仅去看风险的安全和安保的层面，也要把人权放到对于风险的考量当中。但是如何把人权放到风险的考量当中呢，我们很早就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因为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组织，我们有40万会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会员很早就提出了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像刚才大家讲到的偏见偏向，我们如何来解决偏见和偏向。所以我们最早就推出了基于伦理道德的设计，然后呢通过这种以道德为导向的设计呢，通过标准把这些关注点呢加以化解，并且呢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讲到制定标准呢，
我们也提出了从社会上来说符合伦理道德的标准，既有基于价值观的包括基于价值观的设计。刚才我们讲到了要把各个利益相关方放到我们的设计当中，要采纳不同的价值观，其中包括人权，这叫基于价值观的设计。另外在这些零零总总的价值观当中呢，你要做一个轻重缓急的划分，并且把它化解成为系统性的要求。我们有一个按部就班的方法论，让开发者呢能够行之有效的进行开发。第二呢，就是通用术语，什么叫透明度？因为对一个开发者来说，或者对一个用户来说，同样的一个词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在我们的标准当中呢，也要确保不同层次的透明度。另外呢，我们在系统当中要消除偏向。但有的时候呢，在医疗卫生当中，我们又需要有偏向，比方说男女之间是不同的，他们在遭遇心脏病的时候，需要进行的治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上下文是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推出了伦理道德认证系统，有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通力的参与。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呢，简而言之，此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能力建设，要提供培训，因为我们需要把技术专长和社会法务的法律的专长结合在一起。所以在我们的认证的进程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胜任度打造的框架。我们的胜任力框架呢，主要是讲到了对于一个培训师、对于一个评估师、对于一个认证师来说需要有哪些技能。所以呢，这种我们也对认证机构开始进行界定，来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让这一切能够成为现实。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呢，需要有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加以补充，包括监管机构、监管框架。我们和欧洲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都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从很早期就进行合作，把这些原则、把监管的原则呢加以操作化。比方说 AI Act、 AI 法案，已经推出了一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我们也在和欧盟委员会合作，如何把监管的要求呢转变成为技术界的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研究报告，大家可以在网站上下载了。接下来我们想请 James 来从企业界的角度呢讲一讲你们的经验。因为 Clara 刚才讲到了基于价值观的设计，讲到了定义，也讲到了通用术语和框架这些。所以呢，我想提给您的问题就是，除了政府和多边和标准化组织的努力之外，因为这几方面都已经讲到了，那么当前呢私营部门或者是企业界在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来化解我们面临着的挑战，找到方法来实现对于负责任的 AI 的管制，以及和我们讲的道德原则、人权保护结合在一起呢？来，请您来讲一讲。好，谢谢。那在这儿呢，我们讨论的一个起点，首先是通过倾听来取得理解，这样，我们的设计出来的、开发出来的工具、新的能力是如何得到使用的。我们会从专家、学术界、标准化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政府一起呢得到信息来的合作。比方说我们设计出来的工具会带来哪些新的风险，我们不可能提前都知道我们的这种产品或者是工具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风险，因为这也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而且呢会做这种红蓝两队的这种对抗分析，对我们开发出来的工具呢进行测试。还有就是在哪些地方、在哪些语种语言当中我们的工具是行不通的、用的不顺畅，所以这样呢我们要有实实在在的支持和证据，才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国际讨论当中，无论是市场营销还是其他的部门，我们都能够以一个共识作为出发点。对于企业来说，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规则呢，
特别是从 OpenAI 的角度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增进能力建设，这样的研发团队、政府部门、人权组织，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对于我们的解决方案的测试当中，让你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开发出来的能力是你们想要的能力，还是你们不想要的能力，或者是行不通的能力？那这也就是一个迭代的、不断迭代的进程。当然，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每发布一个工具的时候，必须要披露这个当中的细节。比方说我们也讲到了由于技术工具带来的幻觉上瘾，这些比方说对于内容，特别是视频的内容，如何通过打水印来避免伪造和虚假信息，那这些都是需要企业界来做出贡献的。首先我们要承认有很多领域是我们未知的领域，所以呢我们也需要能力建设，这样的对于我们开发出来的系统的安全评估呢，我们要做得更加有效。公共部门、私有部门、公民社会、学术界都要汇聚在一起，这样呢来确保未来开发出来的工具呢是建立在全球层面的对话的基础之上，把方方面面的人工智能的安全呢都实现在我们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的工具当中。接下来请三特博士，是你，因为你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嘛，所以在我们的对话当中呢，我也非常想了解，因为在这个对话一开始我们也讲到了公共部门、私有部门都面临着压力，要把这些要求呢转变成为现实，一方面要充分的利用人工智能的正面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要限制其消极面。所以目前美国政府又在做哪些工作来应对全球 AI 管制的迫在眉睫的挑战，采取了哪些行动，采取了哪些集体的行动，在和企业界一起合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起合作，从而行之有效的来化解这些最迫切的挑战。非常感谢。压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描述现在的情况，政府的压力啊。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对 AI 这么期待，又有一些害怕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变革期。IEEE 是爱迪生创建的，我想要引用他的一句话。19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刚发明了电灯泡以后，当时就问，就说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他说，电会重新的来整理我们整个生命的方式。 AI 其实也是这样，在美国是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把电力的监管框架给弄出来，但我们现在肯定不可能等几十年再来打造一个监管框架来管 AI， 因为压力很大，压力山大。尽管如此啊，我首先要赞赏 IGF 把我们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让大家都能够齐聚一堂，讨论如何加速互联网的治理。尤其要感谢日本政府的招待我们，还有包括广岛的AI 进程，就是在七国集团的这样的框架下发展引导力做出来的。我有30秒的时间来讲，一共讲四点，每点30秒。首先呢，讲到 AI 的治理，我觉得我们基础还是很坚实的，基于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OECD 的2019年的原则，还有 G20 的原则，有很多的这些原则。美国呢，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两个框架非常的重要，涉及到了人权，包括价值观等等，都是通过大量的磋商问了大量的相关方。才这样制定出来的。第一个呢，就 AI Bill for Rights， 还有另外呢，就是风险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我们18个月的时间，去做了240轮的磋商，问了大量的利益相关方，看看如何用一个安全安保的这样的框架来
造 AI， 现在框架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参与进来呢？因为GPT 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像一个斯布尼克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但它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入的问题，关于安全和安保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审视，用新的方式来对待。这就带来两大挑战。第一呢，就是会加剧我们数字时代的恐惧，也会加速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机遇。所以我们要平衡好两个方面，大家都同意这一点，而且呢，大家行动都很快。在美国，我们要平衡好，要打造一个最终的一个监管框架，但现在呢，也要采取一些管理治理的一些措施。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做这种自愿的承诺，里面涉及到了安全、安保和信任，让公司要负责。他们的努力要更加的透明，要提高安全透明他们的系统呢是要根据自己的设计来发挥自己的功能。我们需要清晰度，也需要速度，而且呢在压力下要采取行动。总结一下就是这样。非常感谢 Docenter。 接下来呢，我们想请 Dewey Kelly 发言。从您那边来看，全球南方是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的？我们知道，说到 AI 的治理，通常都是由北方的国家和组织、私人部门啊、学界呀、或者行业，他们来牵头在做。那要打造一个 AI 的这样的框架，符合你们的当地的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的情况下，有哪些机遇和挑战？这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来的这些标准，你又是如何把它转化成当地的这样的框架来治理 AI 呢？非常感谢，非常荣幸能够加入此次讨论。我想从全球南方的角度，然后呢，重点讲讲非洲的观点。说到监管的框架呀，我们现在还在希望能够赶上，抓紧制定管理 AI 的这样的战略，发展 AI 的这样的战略，但现在还是杯水车薪啊。你看，包括自动化的决策，算法来做决定等等都没跟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现面临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去跟上脚步，确保能够保护人权。 AI 它在设计这种程序和使用的时候保护人权，要记住这样的框架，要大家都要理解。因为你在看到 AI 它的设计和使用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认识到他们都是权力的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谁有知识啊，谁有设计的技术的能力，或者说是有是在掌握在谁的手中。南方的国家是在这方面是很落后的，所以我们南方声音的国家的声音要被听见，能够纳入到这些流程，全球的这样的流程当中去。这个包容性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民间社会的声音，还有代表性成员国他们的参与等等。IGF 就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多利益相关方能够共同就 AI 和其他的全球框架进行探讨。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再看看
地区层面。从地区的角度呢，我们有非洲委员会。我们2021年呢，当时就有一个倡议，希望能够打造战略以及立法的框架，这样在使用 AI 的时候能够保护我们的权利，保护人权。从2021年到现在呢，就像我刚才已经讲到的，非洲的国家还没有跟上这个步伐，我们的政策的速度制定的速度还是有点慢。就是南方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包括信任的缺失，因为政策制定的不够，还有监视，那些人权卫士的监视，这也是很让人揪心。还有一些歧视性的一些做法，就 AI 带来的歧视，这些问题呢，我们都应该要从全球的角度来予以应对。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想要强调，就是说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轮，现在大家的评论已经讲完了。下面呢，我邀请线上线下的观众提问互动，看看我们的线上有没有问题。有，现在有很多人发言呢，大家其实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平时没有机会问的呢，现在都可以问，我们那儿的专家都能解答。这儿有一个问题，是一个17岁的一个男孩，来自孟加拉。他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确保 AI 监管和治理，它是包容性的，而且是以儿童为中心的，这样儿童能够从 AI 中受益，同时呢，也不会受到潜在的伤害。我们的有没有嘉宾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重点想要讨论的就是脆弱人群。讲到政策 AI 的政策的时候，如何保护这些脆弱的人群，我们这儿就可以以儿童来为例，包括老年人，我们如何在治理当中实现包容性，关注到这些脆弱性人群的需求，这样呢，我们最终的这种治理对所有的人都能够行之有效。说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自愿的来解决，也可以通过监管来解决。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法律上有很多的一些措施，对网上进行监管，保护儿童。尤其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去承认这些自愿性的一些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很好的补充。你比如说，英国那边呢有儿童的法案，我们知道儿童的权利是都要保护的，但在线上如何落地，这也是需要讨论的。包括英国的这样的这个规章，它也是一个监测、一个监管的一个框架，要给出清晰的指示，让具体负责落地的人知道他们需要做些什么。现在已经有一些监管的做法了，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啊，其他的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标准和监管如何相互互动，来保护好儿童的权利和其他的人权，这也是我们可以讨论的。
还有没有别的嘉宾想要回应一下？我想要加一点。我们有很多的研究，世界上的专家都在研究儿童的安全。我们可以在基础上再做一些。你包括乐高的研究啊，还有学界都在去了解、去学习儿童，包括这些脆弱人群是如何跟技术进行互动的，可能有哪些弊端。之前呢，我在OpenAI 啊，那些都工作过，就是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呢，这些研究员他们可能了解得更深一点，不是说是从成人的眼光来看待，而是我们要去看这些儿童啊，其他的脆弱性的人群，他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我们要用一种循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场景下，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跟这些群体接触，打造安全的工具和系统。我觉得现在呢，已经采取一些革新性的行动了，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支持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的研究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同时呢，给予支持性的政策，这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们下面现场有一个问题。我们先上一个，先下一个吧。我是来自加拿大的一所大学。我们知道 AI 的系统发展的非常很快，它需要来自人类的很多的这样的输入。我们现在看到，在南方的国家，他们那边所用的这种生产 AI 工具的这样的劳动力跟北方国家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来考虑劳工标准和监管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嘉宾有没有想要回应这个问题的 ？James， 我可以抛砖引玉啊，保护生产这些工具的劳工的权利非常的重要。在其他的领域，我们都在保护劳工的权利 ，AI 这个领域呢也不能例外。那有虐待啊或者其他的损害的行为的时候，要有足够的赔偿。在这个领域呢，大家都要保持警惕，不管是公共部门、私人部门，还是监测的部门，都要确保我们是在去聆听、去了解那些可能没有足够发声的地方，声音没有被听到的地方。就他们这些在生产这些工具的价值链上的这些劳工的权利是得到了足够的保护的。现在我们知道有的地方做得好，还有一些地方呢做得不够好，我们也没有公开的建设性的去讨论，然后采取迅速的行动、切实的行动去应对这些问题，那这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损害。我们是不是有时间在线上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现在有好多的问题了，我刚才就不应该这么鼓励大家。有三个问题，我把它总结一下。有一位同事是来自阿富汗喀布大学的教授，他说我们能不能把生成式的 AI 用在发展中国家的比如说阿富汗这样的教育体系当中来。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问责的，我们还不完全理解 AI， 要平衡好它的利弊的话，那这个问责怎么来做？第三个问题呢，是跟道德相关的。现在 AI 它的输出是基于人类的输入，但是未来它可能会自己生成一些数据，那道德上
这是可以接受的吗？让机器来决定人的这些事情，就是没有人的数据的情况下，让机器来决定，这道不道德？有没有计划来确保，情况不会完全失控？第一个是讲教育非常的具体，另外呢有非常广大的宽泛的一个问题，可能挺 Seth 来讲这个问责的这个问题吧。我们如何打造一个问责的框架？好的，我觉得任何一个监管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关乎问责的。最终都会回到这个问责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一个硬法，它也会最终落在责任上。挑战呢，就是你真正要去衡量什么，就是你在去把这些法律付诸实践的时候，从我们的方法来看，我们是自愿的一种做法。这就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自愿的这方面呢，它关乎信誉。James 那个 OpenAI 那边呢，你肯定也对问责是这种自愿的承诺，你有你的理解，一会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但说这个自愿以及问责这两个跟技术行动相关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理解这个问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能够真正就能够去测量了。这个测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抛开这些原则上面的这些空的一些空洞的一些东西，然后最终帮我们理解这个问责到底是什么，实现问责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不再邀请大家回提问了。我叫 Ananda，我是尼泊尔那边的青年的这边的领导。我们今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AI， 就是2020年大家都在讨论 AI， 但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人上不了网。尼泊尔还有4%的人没有上网，即使是上网的呢，也都是新进上网的。那我的问题呢，就是尼泊尔的这样的国家呢，是不是能够从 AI 当中受益，来打击这些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你知道现在有ChatGPT 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呢，怎么样来帮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还有这个多利相关方平台，但是这个平台还不能制定政策，因为涉及到政策的时候，我觉得这平台还不能制定政策，是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包容性的生态系统来应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几分钟回答这么复杂的问题很难啊。James， 就是司法方面的挑战，就是对那些像在不同的背景下提供服务的这个公司，怎么样解决？首先呢，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所谓的 AI 的民主输入，针对那些社区啊、机构啊，主要是看看，就是根据这个 AI， 根据具体的国情和背景来提供一些成果，尤其是针对那些独特的社区和机构，
因为这是一种具体背景下的社区的需求，怎么样来做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铺路石。这 Red Team 项目也就是说是一种安全的测试，尼泊尔其他一些国家在做安全的测试进行评估，尤其针对虚假错误信息，是语言方面的一些失灵啊，或者是是否那个大型的这个数据模型语言模型受到了攻击，也就是我们知道这短板在什么地方，是理解方面有一个问题啊，或者是搞了导致这个一些有害的一些产出。所以呢，我们正在进行这样一些安全方面的测试，那么在不同的地区，在很多的行业，很多的国家做，正在做这个项目。谢谢 Jim。 那么我们往下走，就是讲到 IGF 的作用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那么讨论这个互联网治理，那么我们在过去的18年就是试图对这个互联网的使用和这个形式呢发挥作用，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 IGF 作为一个召集和促进者啊，尤其在 AI 治理行动方面，我们来谈谈。首先请 Clara， 我想问一下，就是 IEE 呢一直在制定这些自愿的指引，我想这种自我的监管它的机会和局限在什么地方，还有呢这个你觉得 IEE 这个这方面，尤其是作为这个国际 AI 治理促进者，它能够做什么样的贡献。那么我们是制定规则的机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多少标哪些国家哪些机构在使用我们的标准。那么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听到呢确实有他们知道这个机构，但是呢这个知道这个标准但是用的不多，那我很吃惊。那么还有一个 R 机会的项目，它是使用所谓基于这个价值的这种设计来寻找在非洲的人才。那么是一种跟你印证的一种方法论，也就是说考虑到这些社区的需求，最后出来的是一种不同的系统。我想这种自愿承诺我想就怎么样来激励调动大家积极性来使用这样的标准。我们这个在一个城市搞了这个项目，那么跟政府谈，那么他们的一个积极性呢就是说他搞这个项目可以导致信任，还有很多的企业他们也有同样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呢就是呢普通人，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比如说怎么赚钱呢？一呢是降低成本，第二呢是差异化的竞争去赚钱。那么投资者为什么对标准感兴趣呢？他做这样基于价值的评估，就是说他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价值取向。我觉得这只是
就是基于要远离那些基于风险的一种方式。但问题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业绩。我想对企业来说，赚钱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把这个人和地球这样的维度也考虑进去。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研讨。第二方面呢，下一个方面就是要满足监管的要求。AI 法令出台了，很多的人对标准感兴趣，他们估计啊，可能是他们需要这样做。但是还有一点，我想讲，就是自愿的措施是有局限的。我们作为技术的机构，也是私立部门的一个玩家。对我们这样的机构，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民主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自由流通，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呢，我觉得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确定一些红线，就是用这样的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听取大家反馈意见的方式。我们通过沟通，用标准的方式来汇报一些事件，进行一些对标。那比如说气变方面，有很多这样的咨询机构向政府提供咨询的意见，他们会提出一些需要加强监管或者出台一些法规。我们跟欧洲理事会也做这样的项目，跟他们合作，比如说研讨一下这个新的技术在人权会对人权带来什么的影响。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好，就是怎么样去激励大家去这样做。我们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鼓励大家采取措施。Alpha， 你是社科学的研究人员，就是跟那个立相关方促进对话。那么我想问一下 IGF 在促进对话方面发挥什么样更大的作用。 IGF 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组织了一场会，我邀请了我的朋友来参加，但是我的朋友不能来，所以呢，我就带了一个机器人，可以遥控的机器人来参会。要增加包容性，我们需要让尽量多的人来参加。要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和其他人进行连接，而且这些技术啊，赋能人们。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线上这个与会啊，或者是演讲啊，跟人互动啊。我们虽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它是有脆弱点的，有短板的。危机在发生，会断电。所以呢，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讨论 AI 治理的时候，
一定要融入到把这个人作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因为人是很灵活，而且是很具有韧性，它可以适应那种危机情况，它有创新，有主可以主动的出击。所以呢，我特别希望 IGF， 我们可以讲这个 IGF 治理，但是呢，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把人放进去。所以人是一个关键的词。我们也讲了很多次，法治、人、民主啊、人权啊。我们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合作。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讨论了这个很多重要的事情，下一步呢，也许呢，应该我们在场外讨论，或者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一对一的讨论，或者是喝茶的时候进行讨论。当然这样的论坛，因为它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所以很重要。所以我的希望呢，要包容这种人与人的非正式的沟通，特别重要。我特别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到京都来参会，而且喜欢这里。是的，我们非常开心，感谢你们的接待。那么，确实呢，包容涉及到这么多的利益相关方，这个脆弱群体啊。而且它也有地缘政治、地理方面，的一个维度。我想你来讲讲，就是 IGF 怎么样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那么，我们有些同事没有来，因为签证的问题，所以讲到包容的时候、宽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保，不光是这个，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全南方的怎么样这个准入的问题，或者是包括签证的问题啊，在 IGF 论坛上。我们需要继续跟关键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也就是说要确保那些脆弱的群体有足够的代表啊来与会，尤其是讲这个 AI 的时候。全球的非对称性，我觉得我们需要不断的关注和强调，因为讲到全球南方、全球北方，完全两个世界。那么，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有不同的国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进程，改进我们的工作流程。那么我们在制定 AI 解决方案的时候呢，确保没有人掉队，尤其涉及到人权、民主和基本权利的时候，我们希望继续这个利用这样的论坛来倡导这个基本的权利自由，同时帮助那些受到
技术负面影响的受害者来帮助他们。我想再次强调呢，就是权力中心 AI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工具，就是用一种多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打破各个权力中心的障碍，确保听到所有人的发声，没有人掉队。谢谢。山特博士，就是怎么样应对这些流程和背景的多样性，因为无论在国家地区这么多的多样性，欧盟也讲过这个问题，还有全球的全球的治理机制，比如说联合国提出一些建立一些新的 AI 治理的结构，是就是怎么样来，很多国家在国内做这样的努力，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这样确保用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做，而且呢可以分享他们的一些做法。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我们全球的有关全球这个AI 智能，它是相互连接的和相互分享的。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怎么做？可通达的平台以及 IGF 发挥的作用，那么归根到底，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 AI？ 我们在美国，我们相信的答案，包括大部分听众相信的答案， 那就是我们应该用最强大的技术来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如何来让这些强大的 AI 的开发者，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一般来说是企业，以负责任的方式治理 AI， 并且让 AI 的系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整个社会最大的挑战呢？答案就在于多利益相关方的社群，通过对话，通过压力，微妙的压力，来让开发者，这些开发企业这样做。几周前，在联大会议期间，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把多利益相关方和多边社区以及国家的很多代表汇聚在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美国国务卿也和几个国家一起，还有和多个企业的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像 OpenAI 汇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我们共同提出的问题是 AI 的开发企业，你们做了哪些来帮助化解全社会最大的挑战，也就是在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之内做了哪些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开启这样的对话，如果你把这些代表都请到联合国，请到今天的 IGF，你向他们提出问题，提出他们的工作，你们在开发 AI 的时候是如何保护儿童的安全，能如何确保具有包容性的接入访问权，那么这样呢，就能够让整个对话朝着我们想要的方向去发展。刚才有一位年轻人也提问了，那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社群，他有没有直接具有制定政策的权利？至少在民主国家当中，包括美国，制定政策的时候是要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的。我们的美国的整个
AI 治理的架构是建立在听取多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在美国国内是这样的，也是建立在自愿承诺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广泛的多利益相关方对话的基础之上。那么听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民主政府能够来制定政策，没有哪个政府能说我们能够自己就能够理解大模型，理解 AI， 它需要标准化组织，需要技术专家，需要企业，需要企业当中的专家来帮助他们取得这样的理解，他们也需要公民社会人权组织来帮助他们取得这样的理解。那么这样呢，有了输入才有输出，输出的项就是政策，这个时候呢，我们又需要政府来执行出台的政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了。大家往后退一步，先提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访问权，如何确保协作。无论是英国G7 的广岛进程，或者是联合国的 HLAB， 这些进程之间必须要互相合作，因为在探索 AI 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初期，我们现在需要所有的这些机制来协同。非常感谢。一个类似的问题我想提给企业界的代表 James， 你们的服务推到不同的国家，要满足不同国家的司法管辖的要求，所以人工智能也是一样，你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想把人工智能的产品推到世界各地的话，特别是推到你自己所在国家之外的话，你们又碰到了哪些挑战？你们是如何参加到 AI 治理的讨论当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层面，你们又如何在某种程度，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IGF 的讨论能够帮助你们企业，你们企业所在的行业来化解这些挑战？好，你提了这个问题，我想到的第一个挑战呢，就是规模了。我们要确保能够尽可能多的参加到这个领域的对话当中，越多越好。比方说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国家、主要的省、州、市，我们希望能够做到每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会议室当中。而且呢，最近我们在世界各地呢，也去专门听取了很多地方对于 AI 工具的要求，对于 AI 工具会施加的限制，硬性的法律和软性的法律。这样的倾听呢，主要是要确保我们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呢，都进行了充分的倾听，提供了当地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这也是说，你到一个新的市场当中来交付你的技术呢，你要达到这样的门槛，你要参与，你要倾听，然后以此为起点呢，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讨论，或者你有很重要的中短期的挑战，同时呢还有长期的挑战，比方说确保对于人类的安全，那种通用 AI 工具对于人类的安全，有的时候呢要两者甚至要做出取舍，既要化解中短期的挑战，也要致力于长远的未来，打造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来解决这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两者呢都同时全部予以化解，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私营企业，就是一个研究的实验室，我们只能够作为一个贡献方来出一些力。与此同时呢，在监管机构围绕着这个议题的对话当中，各个国家各个社会会决定他们如何以一种好的方式来利用这些工具。从我们企业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核心的研究和技术的知识给贡献出来，来确保实现透明度。我们开发工具的工作呢，
是能够有助于相关的讨论，无论是在哪个地区，或者是尽可能让尽可能多的地区和社群参与进来，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呢，我们欢迎，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加入到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当中。接下来再一次向在场和在线的听众开放提问。是的，现在网上参会很活跃。有一个问题来自于 Mohak Behi， 他来自于伊朗，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联合？那么我们最好有一个联合国的 AI 治理的公约，但是地缘政治的纷争是不是会去妨碍这样的一个公约的达成？而IGF 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就坐在James 旁边啊，你也是 IGF 的一个新人，不光是作为你的个人，以及你是代表 OpenAI 来开会的，你觉得 IGF 能够发挥哪些附加值来促成对于 AI 治理的规则的形成？ OpenAI 能不能对于未来的 AI 治理发挥作用？这是个二合一的问题。是的，早些时候呢我们也讲到了对标或者是基准的设定，也就是说什么是好的 AI， 你首先要有标准。在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 IGF 和 IGF 类似的论坛能够把这个领域的讨论汇总在一起，可以告诉各国政府这就是基准，这就是进步的标志。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有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分，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于已经存在的很多技术以及接下来即将开发出来的技术，我们必须要充分的利用已有的国际法的公约条约或者是公约条约当中的条款。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去讨论建立新的公约或者是条约，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把已经做的事情都重新发明一遍。比方说人权的国际法都已经到位了，我们可以把已有的法律呢充分的加以利用，也就是说这些法律可以在哪些领域指导我们去出台新的标准，我们就拿过来用就可以了。好，还有其他的评论和提问吗？这边有一个，不好意思没看见你。好，大家好，来自于 Data for Governance Lab 实验室啊，感谢提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那就是 IGF 是不是能够如何来帮助构建 AI 治理，化解 AI 治理当中的问题。这也不是 IGF 第一次讨论这个议题了，在座各位也非常清楚，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们已经多次讨论了对于大数据的治理，还有数字时代的隐私保护，特别是数据治理。那谈了十年，最后也并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全球的共识，或者是全球的框架。即使在大西洋两岸这些国家也没有能够达成一个一致。你像欧洲有自己的数字法案，数字市场法，然后美国有不一样的法律和思路。那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达成全球的共识，来达成一个全球的框架来规制大数据，我们今天又如何能够有信心能够达成一个全球的 AI 治理的框架呢？因为 AI 的基础就是大数据嘛。我还有一个问题问 James 的，答案就是是或者否啊， Yes or No。 你今天代表私营部门的，那今天有没有你们的公司当中有没有任何的紧急关闭的程序？比方说你们发现你们开发出来的 AI 技术出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
危险，你们的 AI 模型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话，你们现在有没有一个程序能够紧急关闭掉这个 AI 的工具？好，要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有损害报告、安全报告这些机制，但是我们不能够按地区啊什么来关闭我们已经开发出来的工具。这个问题它有很多的层面，不光是开或者是关的问题，但是呢，接下来我也是希望能够和你这个做一对一的探讨，就是你到底讲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开放开关。我以前没有来过IGF， 对 IGF 了解没有您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达成围绕着 AI 治理已经达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了呀。显而易见，执法以及这个规制的体系可能还需要全球社会做更多的探讨，但并不是说一点共识都没有，而且呢AI 治理也并没有对我们构成一个生死存亡的威胁。比方说我们要问自己将来哪一种生成式 AI 的大模型会取代狭义的 AI，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又需要有怎样的治理架构。那大家都同意我们需要有内部和外部的这种红对测试，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些模型的开发者能够披露他们开发过程当中的信息，对于建成的模型，特别是功能特别强大的模型，我们也需要有网络安全的措施部署到这些模型之上。我们也不能够仅仅让开发公司来负全部的责任，也需要由第三方的监督和参与，这些也都是大家讨论过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要求开发者同意对于他们开发出来的能力要向公众做汇报，然后呢对于他们的研究当中的偏向和歧视的风险也要加以注意和披露。我们刚才讲到了用最先进技术来化解社会最大的挑战，那么讲到这个层面呢，我其实还是非常乐观的，就是目前我们的工作是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进展的呀。那现在还有两个人要发言，是不是现在线上也有要发言的？对，先让线上的提出来吧，对，读一下。两个问题。之前你们也说到了，我们要让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我感兴趣的是，在你看来呢，联合国指导委员会他们打过一个比方，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组织来治理 AI， 就是在 AI 领域也需要有一个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机构。那您如何来看？啊，另外呢，这另外一个问题是南非的一位议员提出来的，他说，考虑到 AI 技术的发展，我们是不是能够考虑一下利用 AI 来推出政府的监管规则，而不是仅仅通过人力来制定监管规则啊？这是一个。第二问题是比较技术治理 AI， 第一个问题是和 AI 治理有关，是不是让 James 来回答？对于 AI 的长期研究呢，早先我们也听到了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人的因素呢放到对系统的开发的各个环节当中，包括有红对测试，而且呢对 AI 的研究当中，研究者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比方说合成内容当中的偏向将来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而且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我们如何创建更高质量的数据集，
这种更高质量的数据集的创建呢，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各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来确定的。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呢，能够帮助生成或者是完成各种各样的新型的任务。这样呢，我们获得的信息并不需要有赖于现有的互联网当中的语料，当然了，也要做很多的训练。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训练出或者是产生出更加强大的能力。在很多领域 AI 都会有这样的进展，而且呢当然我们是需要做很多的监控和评估了。然后呢，对于如果我们能够产生更高质量的合成数据集的话，虽然不是一个万能药，但是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现在的问题。我们对于信息呢要进行解构和重构，这样呢来解决我们今天在信息当中碰到的问题。比方说对于一些地方的语言缺乏支持，会有男女不平等啊，或者某一个地区之间不平等，让某个地区得到过多的代表性。我们可以用这种合成数据集来解决基因组的研究，来解决气候问题。我们在讲机器生成的数据，很多研究机构、标准化机构和政府的安全部门都已经参与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当中来了。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的领域。 Clara 是不是要做一点回应？是的，我们有一个工作组是专门来判定合成数据的质量的。还是要回到什么是好的数据，什么是符合道德标准的数据。我同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比方说要为研究工作提供私人数据的时候，我们就要对它去做一个合成。那另外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全球性的监管或者是治理来针对 AI 呢？还是回到电这样的类比。那么现在在 AI 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到了电力当年发展经过的一个阶段，不同的地区它在用不同的方式开发和使用 AI。 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日本的插座和其他国家的插座就不一样。所以至少呢，我们要有透明度，我们要知道每个国家使用什么样的插座，这样我们就能够带正确的适配器、转换器，就要就是透明度嘛。What you know, base 需要一些基本的信息，这些 AI 的模型怎么样来使用，在那个背景下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方面。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现在有些事情很多他还是自愿的来做，而且呢没有对外公布。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些场合让我们来讨论这些内容，这些生成式的这些数据都用于什么样的场景，有什么样的使用。我觉得这样很有必要，因为它现在到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应该要有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来了解 AI 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非常感谢。等会儿呢，我们再请听众再提一个问题，然后最后请我们的观众，请我们的嘉宾每个人再来总结一下。我觉得 IEA 啊，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一个比喻，有很多的原因。一 ，AI 那边的主要是私人部门那边在开发，而 IEA 那边呢，这其实是政府牵头来控制啊核武器的扩散。还有一个呢，就是核查，你到底核查什么，跟踪什么是不一样的。AI 跟核武器，尤其是在 AI 纪元，我觉得 IEA 那边有一个有建设性的一个调教经验呢，就是1945年到1957年 IEA 成立12年以后呢，我们当时就要求
要把全球的这种它的机制建制花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现在应该要有点耐心来管 AI。 我们现在呢是希望各国的科学的网络能够互相的进行沟通。如果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分享这些评估啊，这些标准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其实应该要有一些国际上更多的一些做法，我们要去找国际合作的合适的这种模式。谢谢，请提问，非常感谢。Majimba， 来自乌干达。但我是代表一位妈妈，就从母亲的身份来发言。我刚才那个孟加拉的17岁的孩子问了一个关于儿童的问题，我们也在讨论我们这样的论坛是不是能够去左右政策的制定。我有很多的背景啊，从技术的背景来讲，我觉得我们在这儿好像是迷失在这样的一种高科技的定义当中去了，而没有去关注那些最小的公约数，就是一些容易取得的成果，如何保护儿童，包括刚才讲到网络犯罪，很清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护下一代。所以我也希望台上的这样的嘉宾们，真是大家的都是家捧满就是高朋满座啊，大家在去跟自己的其他的人去沟通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呢，是不是可以去不要忽视这一点，不要忽视 AI 它可能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你刚才讲的包容性的设计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可能要远一些，我们应该要去更多的去关注可以实现的，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点的最小公约数的地方，比如说保护儿童。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然后最后的总结一下呢？一分半，尽量的不要超过一分半，总结。从这个方向，这个顺序来。总结，对吧？或者说你要回应刚才那个问题也可以，如果不回应的话就最后总结。公司部门在这些工具的安全方面的合作，不管是在设计方面，还说是汇报方面，还说是我们做的研究，研究儿童和其他的这些群体，如何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护他们，像我们的这些工具啊，其实是13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用的。我们要去理解这些儿童和脆弱的群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有一些新的这样的学界的这样的研究，包括民间社会的研究，就是说发现这些犯罪行为或者是滥用的时候要去汇报。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继续继往开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自愿的承诺了，我们就有责任要去采取行动，去促进全球的监管的对话，实现长远的安全。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具体了，关于我们未来的走向，我们希望在国际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工具用于这些新的技术，同时呢，我们也在打造能力，去找到并汇报可能带来的损害，需要些什么样的新的这样的一些能力，还有呢可能如何会影响到人群。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在
一个特别独一无二这样的机会，就是刚才比喻的我们的电的比喻，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在教育界、卫生界、金融界做的决策决定都不一样。但我们具体的来说，如何使用这样的工具，让百姓能够用，同时呢去减少他们所可能带来的潜在的问题和影响，这都非常的重要。我也是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讨论，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下一位嘉宾。再说到生成式的 AI， 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敏捷的行动，从组织的层面、国家的层面以及全球层面来讲都是如此。在所有的层面上，我们都需要一个反馈机制，而且呢要灵。在组织的层面呢，这些反馈要考虑到它的这种基础的模型未来的发展。我也同意啊，我们要去考虑这种不同的风险，关于一些高风险的这样的应用，我们必须要去遵循这些评估的结果，这应该是要由独立的这样的机构来做，因为可能是有不同的动机，自己就给自己许可了，就是自己就已经履约了，已经合规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IAEA的那个比喻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 AI 它的使用就用途更多，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小组，应该要成立起来，来监管这些AI 的技术进行监测。如果说它是一个公共的架构的话，我们要一个多立相关方的治理来实现。谢谢。可能跟 Stern更像啊，不太像 IAEA。Wikili， 有请。我觉得我们对话很清晰的一点呢，就是作为人类，我们不能够放弃发展技术的权利。我们要强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主人翁的这种意识、这种主动性，而是要确保在 AI 的使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保护和提升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我们也要去讲包括环境的权利等等，这个对话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持续的开展，去看这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包括民主性啊，把它带入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当中来。我们要强调所有的人都要参与进来，包括边缘性的人群、脆弱性的人群，要确保我们的这个程序呢是包容性的，而且我们要有意义的这样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这样的一种进程。谢谢 Maria。 Alisa，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非常的重要，而且呢非常的有挑战性，因为 AI 它本身它都在不断的在发展、在变化，而且环境也在变化，所以说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讨论。我刚才发言的时候呢，我就讲到了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讨论风险是什么，透明度是什么，包括问责制又如何实现。更多的人要参与进来的话，我们就需要有共同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可以团结一致的，至少要有共同的理解的情况下是可以合作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过去几天的讨论呢，我觉得也产生了非常多重要的概念、原则、观点、目标。我非常享受我们的讨论，受益匪浅。我还想说，我们现在其实才刚刚开始，这还不是我们讨论的终点。它
它可能永远都不会结束。我们应该要享受这样的交流的过程，对话的过程。同时呢，也要认识到，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的人。谢谢。最后一位，这个组织主持工作做得非常棒哦，我们这个时间控制得很好。有位篮球的这个教练，他，我要引用他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快，但是不要赶。我觉得用在 AI 上非常的适合。我们时间不多了，讨论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呢，今天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观点，从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当中，听到了很多的要点，很多的很有价值的观点。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座的各位应该是也受获良多。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要快，但是不要赶。我们其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听不同的声音，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尤其是关于 AI 的治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不仅仅是监管，不仅仅是自愿的一些指导，或者是道德、法律、道德的问题。我们现在是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把专长都集聚在一起，就体现了这个多元性和包容性。我们刚才讲到了脆弱性的人群，讲到了不同的领域的观点和专长，还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的现实的状况。所以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不是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要感谢大家一直参与我们的这个进程，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谢谢。